南四面斗牛士，斗牛士，斗牛士正在准备了。那我想啊，这个后面这两首，这个我们有这个音乐知识跟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郭团长在这里啊，请他帮我们介绍一下《卡门》这个比才这个制作的《卡门》他的故事。嗯，是让比才创作这个《卡门》的是第一次首演啊，并不是很受欢迎。那为什么？是因为那时候的民俗风情的关系，那时候是偏于华丽的服装，比较上等社会在看的歌剧。但是因为知道卡门的演出了，就是妓女啊，士兵啊，还有穿了一些很暴露的服装啊，在台上这样表演，所以那时候并不是很受到很重视。那时候有一个我们熟悉的这个音乐家呢，他看得出来说这个卡门这个歌剧未来一定是最受欢迎、非常受欢迎的歌剧之一了。那今天他演唱两首，第一首是哈巴内拉舞曲，就是卡门的他入场的一个歌曲。那卡门呢，大家知道说他是一个非常性格强烈的一个女生，当然长得非常好看，身材还有脸都非常好的。那她第一幕呢，卡门就是典型的歌剧，就是三幕曲。第一幕就是工厂的休息的时间里面呢，就围了很多年轻人，那这个大家都围着卡门，但是卡门只对一个军事有兴趣，叫Don José。他就唱出来了一个首歌，叫做《爱情像小鸟》。这是第一首，但是说这个爱情像一个自由小鸟，你不能够去控制它，但是呢，它是又像一个流浪的在天空自由飞来飞去，你又想要抓住它，可是抓不住它。那第二首是《斗牛士之歌》，当然就是非常的轰轰烈烈的一首歌，就是钢琴鬼哈，这个我们的斗牛士英勇的斗牛士驻场啊，我们看看现场啊，有非常多的斗牛士。那我们的今天的卡门有三位。等一下再看看哪一位啊是真的卡门啊，不过三个都是一起唱卡门。那斗牛士既然是一定有他的服装哈，大家可能看不到他们鞋底的风光啊，请大家可以站起来看看他们鞋底风光，这是真正斗牛士的。那你可以把脚举起来给大家看看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指挥吕丽婷老师，还有我们的钢琴演奏潘瑞琪老师。Thank you.
拉姆，学长，拉姆是什么意思？